企业出资社会，用资社会。博新乡一间国际餐饮集团长期赞助博新乡八间学校学生助学金，甲紧急救助金。这家企业嘛特别邀请客着助学金的囡仔去野餐，借此甲校方联络感情，讨论未来发展。以身为出发点，希望会当创造一个一家一比例搁较大的正向循环成果，互爱的力量会当成长。即间位伫博新乡的国际餐饮集团，自2015年开始，逐项年拢会提供博新乡八间各中各小学校弱势助学金，佮无定期的紧急救助金申请，互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嘛会当无烦无恼去读书，快乐学习。这项助学金计划已经帮助了几百个学生。这家企业特别安排学童到中博园区参观。维和企业呢，在彰化埔心呢，已经也好多年了哈。那过去我们一直觉得回馈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企业的责任，所以呢，我们董事会就决议哦，每一年呢就来照顾埔心的8所中小学。那我们找出可能学校比较偏向于包括他的一个收入，或者是他有急难救助的一个需求，那我们来请各个学校的老师来提供这样子的名单，让我们有机会把公司的一部分的盈余来提拨照顾埔心的这些乡亲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在地企业，然后呢来给予在地的孩子这样子的回馈，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而且也很棒。包括埔心的整个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们维和是一个幸福企业，那我们的同仁呢也有机会感受到一个幸福企业里面传出来的氛围。那能够，因为我们是连锁企业嘛，全台湾有60几家的一个门店，所以呢每一家门店经由这个帮助别人的一个 DNA 来得到更好的一种社会的互助合作的精神，这是我想我们办这个餐会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博新乡是一个以农为主的乡乡，对企业的信心也让有需要的小朋友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真的很感谢维和集团对在地的学校的帮助，不管是在弱势学生还有在学校的一些活动的推展，它其实真的都帮助学校很多。那我们也知道学校其实尤其是偏乡小校总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那我们也真的很感恩我们在地的企业肯伸出援手，让这些孩子得到帮助。我们期许这些孩子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让他的未来有所成长。那我们也期许说，孩子学会感恩，那学会社会这些公司的社会责任，期许他们未来长大有能力之后，也可以回馈在地的孩子、在地的乡村，让这个善的意念可以一直循环，让我们社会更好。哦，首先哈，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维和国际餐饮集团哈，设点在埔心之后，对我们埔心的这些新兴学子有很大的关怀跟关心哈。每年除了补助奖助学金之外哈，都还会特别举办一场招待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儿童来这边用餐，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闯关活动，让他们生活上有不同的体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维和。这次的公益野餐活动也提供各种美味的餐点，让中博员工和小朋友做伙同乐，享受温馨而且充满欢乐的野餐盛会。新中华新闻北边林博新采访报道。